我才刚出山林，脑袋没清醒，人生小精灵。我有一身本领，这样独自闯入了武林。相信命中注定，四处找寻却没人说明，再次降临，期盼爱情，究竟谁是我的天命？看，原来缘分一直都在等着我，相信爱真的存在过。你看我风华谷，坐落在人杰地灵的西晋之巅长留山。风华谷谷主白月是江湖有名的少年医仙，剑术高超，医术更是卓绝，但鲜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。白月因常年试药落下病根，需坚持服用人参才能维持性命。今天是我叶希修炼成人参小仙的好日子，在这长留山下修炼千年，终于能出来看看了。不知道附近可有什么热闹有趣的地方啊？这附近只有一个风华谷，我进去看看。才刚出山林，脑袋没清醒，人生小精灵。还好我会隐身。身本领，这样独自闯入了武林。相信命中注定，四处找寻却没人说明。再次降临，期盼爱情，究竟谁是我的天命？看，有多少人都想要得到白你，却也有人为爱痴情。你看我。这下我总算可以自由参观了，看看都有些什么。嗯，
飞霜剑法，难不成这就是他白天舞的那套剑法？落叶掌法。哎，要不我也试试？借用一下，应该没关系吧？哦，他应该看不见我。肯定发现我了，我得躲躲。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只能把我的根须分他一些了。
根须给他一半，头发也会短一半。公子，公子你醒醒，快去叫回叔，公主出事了。是。白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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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吧？回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子？哪有什么穿红衣服的？你都伤成这样了，先离开这儿。来，这就是我的根须吧？又是人参，不行，你已经有了我的根须，再吃人参反而有害，看我给你收起来。你总算醒了，这次可伤得不轻啊。来，这恢复速度也是很快了，不过还需要好好养着。是不是有人来过？应该是药童吧，参吃了，把这参汁也喝了吧。这可是最后一根人参了，如今整个长留山都找不见喽。行，好好养着吧。回叔，等等。嗯。刚才有个穿红衣服的。看错了吧？没谁穿红衣服。真的。在地宫里也是的，不可能，我们这谁进得来啊？自打你出事以后，更是严防死守，地宫已经关闭了。你小子以后要再乱闯禁地的话，我可真得要重罚你了。行了，好好歇着吧。
什么人？出来！你是那个地宫中的女孩，你是谁？我叫叶希，是人参小仙，我会帮你的。心肠这么好啊，谢谢你救了我。睡吧，好好睡一觉，醒来就什么都好了。你说有必要重新布置机关吗？怪麻烦的。地宫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重新防范一下还是有必要的。白月自从上次受伤以后就一直昏昏沉沉的，发生了什么也不记得了，还出现了幻觉，说谷中有陌生人出入。那不就是幻觉吗？我们风华谷从来无人可以闯入。还是小心起见为好，干活吧，别埋怨了。行，走吧。放心吧，他很快就会没事的。不过真的好累啊，我先回去睡一觉。可能需要头发长长了才能恢复，到时我还要去历练一番再回来看你吧。恭喜谷主，身体终于完全痊愈了。你让我打听的姑娘有消息了，她叫叶希，她被唐门少主唐阳所骗，以为暴雨梨花真是唐门之物，却被墨门据为己有，于是帮她前去墨门夺回暴雨梨花针。唐阳号称帮墨门报仇，其实却是他趁机灭了整个墨门。唐阳又哄骗唯一活下来的墨家大小姐墨柔指证叶希，引起武林公愤，现在各大门派都在追杀他。暴雨梨花针拿出来！信与不信是你们的事，唐门的事与我无关。呸！墨门大小姐在武林盟主面前指证，你是偷取暴雨梨花针杀害墨门上下的凶手。唐门也指证，你勾引他们唐阳少主不成，又偷走唐门及各派秘籍。像你这种无恶不作的妖女，我等要替武林同道主持正义。兄弟们，杀了妖女！为武林除害！我没杀过一个人，你们武林正义就是这么不分青红皂白的吗？那就来吧！
弟可见，不杀比杀费力多了，我可太难了。小希，我来接你了，跟我回家吧。你也是来杀我的吧？小希，你总是让我意外。你的武功真是出神入化，想来武林中已经没有什么人是你的对手了。所以呢，我就要变成全武林的公敌了，是吗？那真是拜你所赐。他们说我勾引你，我怎么勾引你了？不是你说喜欢我侠肝义胆吗？枉我以为你真是武林正道。小希，我自然也是喜欢你的。你既有绝世美貌，又有绝世武功，但我娶莫柔是因为墨门里面有我想要的暴雨梨花针，谁知他们还是把我当外人。那就别怪我唐门一不做二不休了。你们勾心斗角与我何干？我也不想伤害你，那我们只能来生再续前缘了。身上淬了唐门心志的相思泪，其实情之一字就是最好的毒药。好歹把我卖了。其实我也不想杀你的，但莫柔比你更有用，他手里有我想要的东西，我只能拿你的命去换。为了唐门，我也很不容易的。你不要怪我，此生别哭，一路好走。叶希，我一打听到你的消息，便下山赶来，不料还是晚了一步。我知道你就是古墓中救下我的女孩，没想到一别竟是永诀，这恩情再难回报。武林中人都以侠义自居，真正能置自身于不顾者，
却有多少？而善良如你，竟被世人污之辱之，甚至害你至此。幸好你是人参小仙，人参生长于土壤之中。我查过古籍，将你深埋地下，怕你有一天或能醒来。只是有可能会忘记所有，但只要你能醒来，我定会再找到你。乱葬岗吗？各位，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有人吗？拉我一把！不是故意要吓人的，但是你们这一个个胆子也太小了吧。好吧，这天这地这时辰，要说是误会也有点强人所难哈。不过我为什么会在这儿呢？我还是找个地方先沐浴一下吧。姑娘，你先躺会儿，我一会儿让人来找你啊。唉，像我这么美的姑娘，为什么会出现在乱葬岗这种地方呢？让我想想话本里是怎么说的。我知道了。身为武林第一美女的我，被武林盟主一见钟情，然后各大门派的掌门少主也纷纷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，由此引发了江湖纷争，甚至惊动了朝廷，连当今圣上和王孙公子都为我所倾倒，为了争夺我的归属而天下大乱。哎呀，最后我只能牺牲我自己，以保江山稳固，天下太平。岳姑娘，等我！岳姑娘，岳姑娘，岳姑娘，等等我！岳姑娘，美人！岳姑娘，美人！岳姑娘，岳姑娘，岳姑娘，别救我！不要啊！不，故事不是这样。他们当时之所以没有跳下来救我，
必定是各有苦衷。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们爱我至深，在我死后便对人世间再无留恋，纷纷殉情。唉，真是我本佳人，奈何红颜薄命啊。话本上都是假的，方才听村民讲乱葬岗闹鬼，本公子还以为有什么热闹可看，原来是你啊。这世上居然有长得这么好看的男人。你果然还活着。喂，正常男子若是看见女子洗澡，不应该主动避嫌吗？你不但不避嫌，还一直看，眼睛还不带眨一下。不过你为什么会无动于衷？是我不够好看吗？不可能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我曾经拒绝过你的求爱，你怀恨在心。你要明白，像我这样的绝色美人呢，是很难追的。这复活之后怎么变得如此自恋？可能上一世被骗得太苦，潜意识在逃避吧。你再说一次。我对你没有任何印象，你对我却这般态度，我能想到的就只有因爱生恨了。你是不是就是那个把我埋在乱葬岗的凶手？你果然失忆了。哎，你是不是认识我？哎，我叫什么名字？我真记不得了。那个，夜里还是有点寒冷，要不你让我上岸说话。那个，往事不提也罢，我们既然再次遇见了，你能不能借我一件衣裳？啊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要不我叫你哥哥。好哥哥，求求你了。啊，哎，喂，哎，好哥哥，好哥哥，你别走啊，好哥哥，好哥哥，你等等，等等。此地阴气太重，需要气塔突出淤血，否则恐有后患。谢谢好哥哥。别这么叫我，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学来的，都不嫌害臊。行，大不了我以后不这么叫了。那个，你能告诉我？我告诉你，你叫王铁栓。不可能，我长得这么美，怎么可能叫这个名字啊？哦，是吗？那本公子长得这么好看，你不是也一样没有记得我？这离王家村最近，民间都说贱名好养活，所以你叫这个名字不是很正常吗？这么一说好像也是有点道理哈，可是这个名字跟我也太不相配了吧？难道绝世美女和乱葬岗就配？江湖豪侠、王权子孙都爱你爱得至深，但却任由你被弃尸乱葬岗，到最后连个收尸的都没有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话本才能编出这样漏洞百出的故事。你怎么能偷听我说话？是你自己嗓门那么大。看来他还是很虚弱，得尽快带他进城疗养。你讲话能不能别这么多？我都被你气吐血了。吐血就吐血呗，反正你仇家那么多，肯定活不成。仇家这么多，什么意思啊？跟我进城，我就告诉你。哎，我才不要跟你进城呢。你就告诉我什么叫我仇家这么多。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想知道的话就跟我走，自己选吧。你干嘛非得带我进城啊？你该不会是个变态的人贩子，要把我卖进城里的青楼吧？别冲动，
但总不能穿成这样，先找件衣服去。说尽古人情。